大马旅展日前登场，来自马来西亚和台湾共有超过33个单位参展，提供包括购物、单车行等不同主题的旅游配套，其中更针对大马穆斯林贩售量身打造的旅游计划。目前台湾总共有84家取得穆斯林的友善认证，那休闲农场的部分就占了8家，那预计今年的话会申请到10家以上，那就是希望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的朋友到台湾休闲农场旅游。这次的台湾代表团包含了农业发展协会以及我们其他的不同的旅馆民宿等等，另外还有我们的不同的主要主力旅行社，介绍我们像亲子旅游，还有我们的这种不同的特色的旅游，让马来西亚的同胞呢能够把台湾作为他们出外旅游的一个首选目的地。现场并有曾经入围美国葛莱美奖的石鼓集乐团带来精彩表演，以及彩绘和 DIY 刷屏活动，让大朋友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我国驻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表示，旅游展是一个理想的平台，提供优质旅游配套，满足不同大马民众的需求，体验台湾丰富的在地文化。